HYBE 公司内部设立医院 K-POP 创举引发热议，这将会是韩国娱乐界第一家拥有专业医护人员常驻的内部保健中心诊所，会由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替公司内部人士服务，透过医生的诊断提供医疗处方、静脉输液、物理治疗和急救。除了治疗室外，还设有物理治疗以及热疗的复健室，用于疲劳恢复的静脉输液室和创伤治疗的治疗室，也有精神科医生免费向所有内部人士开放，包括艺人和练习生，为了让艺人在演唱会、打歌舞台激烈表演过后，能在身体和精神上得到更仔细良好的管理。这样的福利也让粉丝称赞，比起让艺人去外面的医院然后被泄露隐私要好得多。网友也直呼好想去 HYBE 诊所上班呢。